我今天中午准备包饺子吃，包韭菜馅的饺子。我现在来地里面割点韭菜，这上面这些全是韭菜，太多了。看这些很茂盛啊，绿油油的，太多了。这个野生韭菜长得有点细根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割了这么多，肯定都要不完的，包饺子用不了多少韭菜，回去了。大黄也跟着我来了。大黄，哦，看这边这些地里面都已经种上了玉米啊。小柏，小赖，小赖回家嘞。小柏，小柏好高兴。走，回家，回家，走了。哎，小柏，不要给你别人包裹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装进来，加点盐吧，放点料酒，加点淀粉，加点油菜，倒进来，加点大蒜末。要淋一点热油啊，激发一下这个蒜和这个韭菜的香味。烧得太猛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搅拌一下。我弄的韭菜饺子，我自己闻起都好香哦。哎，这个饺子啊，我没有经常包，也不太会，我都是学的。哇塞，这个就漂亮了，我感觉我已经很熟练了耶。这个很好看，这个有点饺子的样子。包了这么点，然后馅都用完了，这里还有这么多饺子皮啊，我等一下再弄点瘦肉，然后再去割点韭菜把它包掉。我现在开始下饺子了，我煮一些，然后要留一点给两个宝贝们放学以后给他们蒸蒸饺吃啊，他们特别喜欢吃那个蒸饺。来呗，吃饺子嘞。还是可以，饺子皮要比炒出来厚些啊。嗯，这韭菜包饺子啊，味道是真的好。唯一的缺点皮太厚了。还等妹妹放学，我给他们蒸蒸饺。刚刚才把盼盼接回来，我现在给他们蒸饺子。这个是专门给他们两个留的。你这个盆盖上做的差别太大了吧？这是怎么黄？姐姐来了！哇！我也要吃一个耳朵。去把那个蘸的那个拿过来噻，蘸的那个一碗蘸的那个炒点盐。对，等一瓶。嗯，待会儿来这些我要盐。来，等你给。妈妈妈，你怎么给我妈妈说谢谢？大飞。快来，那个蒸饺比煮的还好吃。妈妈，煮好了。妈妈搞个螺丝，好香好吃些。哎，那个它是我师傅弄的调料，好吃不？嗯，好吃不？那个。嗯，蒸饺我可以在这学习。大宝，在学校那早上能来接我？我是该上在刚才我说着在车上吃吧。刚才你说不好吃。我刚才吃那个辣的，刚才没得嚼了哇！辣椒味什么？辣椒味重，细嚼慢咽。嗯。